非常高兴，非常激动。随着这个节奏越来越激动，无限的欣慰，
无限的自豪，团结在国际周围，看到我们的青年人的朝气，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期待，非常的感动。为了我们国家这7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衷心的感到自豪。唱这首歌时，眼前闪过的是无数先烈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无悔奋斗的场景。这无数人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走过高山。 走过平原，又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去年给很多少数民族呢去提供义诊。奔腾的雅鲁藏布江，还有这个巍峨的珠穆朗玛峰，浮现的是我在西部的孩子们，他们也在听这首歌。我想到了习总书记的一句话：“我将无我，不负人民。”我是研究历史的，我可以说，现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辉煌的阶段，这意味着。 你们的担子也是最重的。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，归根到底是和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。希望他们牢记祖国对他们的希望，要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条件做得好一些。现在先辈们把红旗交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手上，我们要接续的努力和奋斗。 感受到了自己身为新时代的青年医学生身上的责任感，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好好学习，拼命向上，和同学们要团结友爱。为国家、为老百姓研制出能够治好病、吃得起的一个放心药。我们这些日常的工作，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科技强国而努力。为健康中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为脱贫攻坚战而努力奋斗，用智慧来服务好国家。 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，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。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，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强大，希望我们的祖国呢蒸蒸日上，祝福我们伟大的国家越来越强盛，期盼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。